发一些小组心愿清单。你们之前有认真看过日落吗？我有。有，我基本上就是想看就看。哦，谢谢。我就都是在草原上看日出日落。草原日落也很好看。但是很冷。贵州的日落也很好看。有山的那种是吗？是的。嗯。到草原了。好晕啊！我要保龄球、卡丁车和拳击。啊！平时有什么不爽的？哎 ，MMA 发泄一下。OK， 收到。10可以给我写个骑单车吗？好，骑单车。骑赛车呗，别骑单车，骑赛车。我们都好刺激啊！那你干脆骑到呼伦贝尔吧。骑回家。那腿该没了。骑回家。我还想去看花哎，因为毕竟是春天嘛。赏花吗？你在热气球上什么都能看见吗？热气球上赏花，我还想赏花的时候放风筝。你在热气球上边赏花边放风筝？热气球上放风筝不太合适吧？会不会被带走？不一定吧。然后可以约你们一起穿汉服吗？汉有穿过汉服吗？但是我穿那个带个球那个啥？那个球新郎是吧？啥新郎？不是，中间写个球。哦，我还以为说带那个大红花。球是什么？囚犯的囚犯。哦，就这样。该请进了吗？嗯，写呗。那我呢？想到了就补吧。我想去露营。去露营啊？就露营看日出。露营还可以看星空哎，就晚上的时候。对啊，星空去野外。日出太美了，我已经有画面了。真不错。还有一个想要去华科上一次课，做一下牛头真正的学生。哇，这个可以，这样刚好想学一下。确实的，就是我们那边其实有一项活动比较特殊嘛，我们那边是热带嘛，然后盛产水果，然后我们就是跟好的朋友一般都会出去摘水果呀什么的。哦，是的，就春天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采水果。嗯，农场那种采摘园采水果。嗯，还有一个其实就是，就真人 CS 嘛，真人什么？真人城市吗？真人城市，真人城市。对。那我还想玩剧本杀呢，我想我们五个人玩剧本杀。谢谢。我写满了，写你那吧。咋抢我？你写我那，你写我的。我的。剧本杀是我提。啊，写哪儿都一样吗？那都行。你也写满了。可以写我那儿。写我那儿，写我的都可以。偷词儿是吧？啊。所以我们五个人玩剧本杀应该还挺有意思。那是不是超快啊？要换装，需要换装。如果我们五个人抽到凶手，应该也会很好隐藏吧？哎，我那还要分组吗？那样？应该不用吧？基本上不用吧？抽角色，然后啊，我就想五个人一起破案那种。我投诚实。是有时候顺不下这口气。昨晚是平安夜。还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？我们可以租一辆跑车去兜风。越来越夸张了，是吗？这是诚实的，这是诚实的事儿了。那我写了。没有。跑车兜风。这是做完我人生的完美。就这个也不一定要周末做，以后也可以慢慢做。嗯，是。就这一项，我其实之前做，就我今天在敦煌的沙漠里面做过。哦，可以。就特别印象特别深刻，很浪漫，超级浪漫。不过我觉得，如果我们五个一起去做的话，可能会更浪漫。走吧，浪漫。走，现在走啊！马上就走是吗？马上就走，不上班是吧？不上了，班不上了，走。